哎，老板呢？过来过来过来，这不是老板吗？去哪找呢？你是老板？啊，那肯定啊，你看要不谁能进来呀？之前的老板人呢？之前老板小强呀，回收玉米去了，我代替了两天。你有啥事呀？还是买东西的？我不买东西，我就是找老板有事儿。啥事呀？那个老板说之前要给我泡一杯高乐高喝。泡一杯高乐高？这小卖店还卖这玩意儿啊？不是卖，是送我喝的，免费让我喝的。哦，叔，你能给我泡一杯吗？叔，泡一杯，行行行行行。你等等，啥叫高乐高呀？嗯，你吧。哦，这这儿呢，就是高乐高，就这玩意儿是不？对。行，你等等，拿杯子去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看这，哎呦，啊，杯子。哎呀，叔，这得用牛奶泡。啥玩意儿？这玩意儿用牛奶泡啊？这么麻烦，那用水泡不行吗？你看这玩意儿，用水泡长不高。有这说法呢？哎，我这后悔的衣服真是……哎呀，这小卖铺老板也不好当呀、啊。啥玩意儿？嗯，好嘞，好嘞。叔，你咋泡两杯呀？我喝一杯就够了。哎，你倒想得美，我也喝一杯，来。谢谢叔。嗯，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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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叔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你。嗯，去吧，去吧。哎呀，还挺好喝。真恶心，这都是这泡个这玩意儿，哎呀，等等，哎，这回应该行了，完美。